下了，祝福你，我还没准备好。 还没准备好，武器不够。
好的，好的，我们接下来聊聊旋风啊。就旋风这个玩法，目前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。就我们这把基本上也都把旋风的这个打法跟展示出来了。就我先说一下我理解情况下旋风冲程相比锤子的优势啊。第一个就是它能边走边打，对吧？然后它操作也比较简单，你只要转就行了。第二个就是呢，我们的旋风斩本身有回路，所以如果你像我这样堆了两条资源生成，那你在怪堆里转其实也是能一直触发。就是我们的这个怒不可遏，你也能带着这个怒不可遏来转的嘛，甚至转起来的时候都能够保持自己的这个溢出怒气，这是第二点。然后第三点就是旋风有一个比较好用的减伤，我们可以不带左键，所以我们可以上钢铁之夫，然后配合我们这个钢铁之夫的这个符印威能，我们相比锤子会多一个减伤和不可阻挡的效果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在冲程的时候拥有一个更好的操作环境了。这是我觉得在高层的时候旋风表现优势的一个原因。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旋风能够刷哈洛加斯之怒这个胸甲。就我这边说一下，就很多朋友认为自己的锤子可以带双手剑来刷这个胸甲，但我要告诉你，双手剑剑钻的这个流血，哎，它不叫流血，就可能这个只是普通的大姨妈流血，它没有幸运遇击的触发率，所以它是没法刷我们的哈洛加斯之怒这个衣服的。但旋风呢，你用劈砍武器放选这个流血伤害的这个旋风的话，你就能够刷这个技能了。你可以看到最后那一波我的这几个吼，包括这个钢铁之夫，一直都是在有了 CD 就按的，就是我们的挑战怒吼这个很高额减免的技能，我们能一直按无缝按，这是一个比较强力的，算是旋风比较强力的一个点吧。然后旋风还有一个很强力的点，就是刚才如果你有观看视频的话，你可以看到我在这个地方吃了一个炮火圣坛。我这边说一下，旋风你转的时候你疯狂的按战吼，那炮火圣坛就会被一直触发，哪怕战吼在 CD， 这也是我觉得旋风冲程目前可能最强的一个点吧。那就是你冲程堵到一个炮火圣坛，你用这个高频触发的炮火圣坛，你是能单清一条路的。而且炮火圣坛这个东西它是跟着层数提伤害的，哪怕100层也是能秒的，所以过两天说不定我就堵两个炮火圣坛把100层给过了。当然这种也是用 bug， 我可能不会这么玩。然后最后就是再说一下旋风目前的问题啊，就是暴雪目前他改了一个东西啊，那个什么优势大师的威能资源上线的时候我们造成伤害提高没了，所以我旋风现在攻击威能少了一个。那怎么样呢？我现在只能带这个基础攻击，然后速刷的时候我带
这个突刺打击，用突刺打击来触发我们的这个叠层来增伤。但正常的话，我其实是要多一个20%的增伤的，旋风伤会更高一点啊。这个我就只能说暴雪傻逼了，没有办法。那大概就是这样吧。这个旋风的，我们这期的视频就不放自己的这个技能跟巅峰了，因为旋风这个我还要优化一下。我觉得旋风是比较高甲的，我现在才8400的甲，不够高啊。我觉得正常的旋风应该能够堆到9500甚至10000的甲，这样子在冲绳的时候配合我们的违抗之锁链，这个叠甲可以让我们有个更好的坚韧。就我现在我自己都是一个这个残疾的旋风，也没法给你们看，就是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装备吧。就装备的话大概就是这样了，就各位记住这个基础攻击这个威能不要带就好了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旋风斩的演示吧，打的也不是很高啊。就其实60层也是能随便打的，但是我没有60层的钥匙了，所以随便开了个55层的，大概就这样。